恭喜，唐嫣肚子日渐长大，藏不住中官轩。罗晋甜蜜转发甜死 guy 人。唐嫣与罗晋这两个人算是娱乐圈中一直被大家看好的明星了。两人自从相识后就一路撒狗粮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相处后选择了领证结婚。今年以来，唐嫣数次被拍到肚子凸起明显，近日也有剧组工作人员爆料称唐嫣已怀孕。在前段时间的时候，一直有媒体爆料唐嫣已经会奥运的消息，可是却被他们一一否决了，两人一直没有对外公布。近日唐嫣在片场被拍到剧毒照，终于藏不住官宣怀孕喜讯。还有一些网友称唐嫣已似怀孕，这种新闻已经被传了几百遍，终于正主出来发话了，恭喜唐嫣和罗晋即将成为幸福的一家三口。